笑得不让人帅。 小宗，我好像有点咳嗽，咳嗽？你不会是着凉了吧？好像是啊。那我顺便给你买点药吧。不用了，我额头好像有点烫，你摸摸，胸口也很闷，头也很疼。也不烫啊？不烫吗？我感觉挺烫的。你这啥病啊？ 对啊，我这是什么病啊？肯定很严重。那，你需不需要看看大夫？让大夫看一下比较好啊。哎，那，你去给陈教授抓药，顺便看看病。行吧。你放心交给我啊。我会小心的。哎，药方。啊。啊。千万别告诉郭教官。 有状况吗？